农历新年，应美国大城市唐人街庆祝活动情况。喜欢这条影片，欢迎订阅、点赞及留言，感谢观看。唐人街是中国移民聚居的地方，通常在大城市有着独特的文化氛围和活动。以下是一二英国和美国各大城市的唐人街农历新年庆祝活动的一些介绍。美国纽约市 New York City，纽约市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唐人街之一。农历新年期间，这里举办大型庆祝活动，包括花车游行、传统表演、舞龙舞狮和烟火表演。民众会在唐人街的餐厅享受美味的中国美食。旧金山 San Francisco， 旧金山唐人街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唐人街之一。农历新年期间，这里举行盛大游行，有花车、舞龙、舞狮等传统表演。当地的餐厅亦都会提供特别的节日菜单。洛杉矶 Los Angeles， 洛杉矶的唐人街亦都是一个热闹的地方。农历新年期间举行各种活动，包括社区游行、舞龙表演、传统音乐和舞蹈表演。餐厅和商店都会装饰得节日氛围浓厚。英国伦敦 London， 伦敦唐人街位于市中心，是伦敦唐人的社区中心。农历新年期间，唐人街举行大型庆祝活动，包括游行、舞龙舞狮、舞蹈表演等。当地餐厅提供各种特色美食，给游客感受浓厚的中国文化氛围。曼彻斯特 Manchester，曼彻斯特的唐人街亦都是一个受欢迎的地方。农历新年期间举办各种庆祝活动，包括社区游行、舞狮表演、舞龙和文化节目。当地的中餐厅和商店都会参与庆祝活动。这些城市唐人街在农历新年期间都充满了欢乐和热闹的氛围，吸引着大量的游客和当地居民参与庆祝活动。活动中传统表演、美食和社区聚会都俾人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彩。感谢观看。